民众骑机车旁边一整排的人潮，转过一个弯，人潮竟然还看不到尽头，再继续骑，原来都是在排499网路吃到饱的方案，从上面看更夸张。密密麻麻的人龙围成么字形，几乎把整个门市给包围住。更夸张的是，周围还有另外一间特约门市也能办，排队人潮竟然出现了黄金交叉线。他说这里卖更冷，感觉你觉得两小时排得完吗？排不到吗？排队排到天荒地老，但其实有些门市是在观光区附近，还有美食可以吃。不少民众等叫号，还有一两百号，干脆边等边玩，不浪费美好周末。中午就是对面吃个饭，然后再回来等。早上比较。少有客，是他们都在中华电信那边排队过来，应该都是。店老板笑嘻嘻成为499吃乱的受惠者。高雄知名景点西子湾附近也有电信门市一样大排长龙，不少民众把握时间跑到附近的博尔踏青放风筝，或是到渡船口看海吃冰消消暑。是那个串冰，大碗公串冰。博尔逛逛嘛，可以下面逛一圈再回来这样。排队不无聊，照样也能挪出时间吃喝玩乐。499限时方案唯一一个周末意外带动观光人潮。记者侯国文、吴国珍、潘颖文嘉义高雄综合报道。